本节目由台北曲艺团赞助播出。北曲好，北曲好，北曲人人是国宝。大家好，我是洪子彦。经过了40年的努力，我终于要成为神仙了。只要经过智、仁、勇三关，我就会成功。我一定可以的，加油！欢迎来到曲艺之神的考验。我报的不是这个吧？必须通过智、没关系。我一样可以过。第一关智，请在2秒内说出以下台词。这跟智有什么关系啊？2月10号到12号，快乐相声闹元宵。嗨！怎么这样就淘汰了？第二关人，请用柳活儿唱出以下台词。呵呵，果然跟人还是没有什么关系。没关系，我最会唱歌了。开始。唱吧，你感觉不对。第三关，勇，请用快板唱出以下台词。我不会快板啊！2月10号到12号，快板相声闹元宵，表演就在大道城，开开心心。你谁呀你！恭喜应届破关成为曲艺之神，曲艺之神，曲艺之神！我的青春。